车记录器画面令人看傻了眼，大马路中间竟然出现了私人飞机，机车骑士不但要在车阵见缝插针，还要与飞机争道。高速路上生孩子让人揪心啊，高速路上拉飞机，你说是不是让人不省心呢？原来是一名车主异想天开，竟然开着 BMW 要一路把自己的小飞机从安徽拖回上海。而中国地大物博，土豪事迹特别多，汽车论坛车友谈就有网民分享，这辆 BMW 跑车竟然被拿来载钢筋，叫人看了好心疼，更疑惑驾驶到底要坐哪儿。敞篷车怎么开最拉风呢？答案是下雨天开。无视天空下起暴雨，车主戴帽子照常开车，还有人撑伞也要开敞篷车，不知道是不是小旋风林志颖所掀起的流行。不过最令人羡慕的土豪车主迪迦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人。几名中表示，美女们更不在乎高速行驶中，还有人站起来挥动双手，只能说土豪心里在想什么，真是叫人猜不透。三星路程做不到。